在网络上面创造了超高声量的这位新人，今天的他的这个个人的最新专辑 Ariel 正式的推出，在今天已经正式的上线。另外在晚上呢，还有他个人的演唱会都在同一天进行。不过呢，我们在今天除了要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这个 Ariel 值得纪念的发片记者会的同时哦，滂沱大雨之中，还是一样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们的加持。希望大家今天在听到了这个 Ariel 蔡佩萱他的现场演唱的实力，欢迎大家晚上啊，也可以再一次来到现场，我们的这个台北 Legacy， 一起来的这个继续的享受 Ariel 蔡佩萱他的破亿声量的好表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欢迎这一位新人了。今天正式上线的全新专辑，首先要在舞台上面带来的就是他开门见山这一张啊，他的这个 Ariel 首张个人专辑里头的第一支的歌曲，叫做《不爱自己的人》。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新人 Ariel 蔡佩萱，欢迎，耶、yeah, ，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佩萱，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接下来要唱这一首。掌声鼓励好吗？我们先来进行拍照哈，这我先帮 Ariel 先拿一下麦克风，再次把舞台交还给 Ariel， 也请这个 Ariel 站在自己的对对对，你看我们的背板的正前方，各位这个拍摄的这个媒体大哥们，这个位置 OK 吗？还是要往前一点，往后一步 ？OK 哈，好，来我们先看看正前方哦，我们每一个镜头都要来照顾一下哈，今天是 Ariel 蔡佩萱他个人的。新的专辑的发行的这一天，来 Ariel 往右边看看哦， Ariel 的右边啊，来麻烦我们佩萱看看我们右前方的镜头。 Ariel 这张专辑呢已经正式的发行，那在今天晚上也会在台北 Legacy 来召开他个人的音乐会。来我们看看正前方 Ariel， 我们正前方的镜头特别多啊，现在晋升成为了我们的发片歌手之后，拍照的时候的 pose 啊，这个要来验收了哈，这也是另外一个考验了。请看看我们的左边，好，我们待会会转回来哈。来，我们左边的镜头也请帮我们照顾一下下。好，接下来再回到正中间，来，我们看一下正中间。好 ，Ariel， 我们麻烦再看一看右边哈，我们有个站高高的，对，橘色领子这边这位大哥，好，挥手挥很久，不好意思让你等了这么久。来，我们再看看右边，再往右边看过去。好，包括我们后面高台的摄影机，同时还有白色衬衫这边这一位，好，一小步，好，这样子 OK 吗？这样 OK 哈。好，来，那 Ariel 既然我们后退了一步，我们再一次的最后一次的环绕我们的这个四周围好不好，环绕我们面前的所有的镜头好吗？请从我们右前方开始可以吗？来，我们从右边，好，往这个左边一格是我们黑色衬衫这边这一位，黑色 T 恤这边，好，我们再到正中间，好，正中间我们定格一下下，左边也有很多相机哈，来，我们左边这边的所有的媒体朋友，好，最后我们的高台，高台在瞄一眼之后，好，来来来，
来闪闪闪闪闪闪哦，太棒了！好 ，OK 的话，我们待会儿还会有补拍的时间呢。我在想，久等了，再一次请 Ariel 跟我们现场的美女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各位媒体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佩萱，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真的很开心哦，真的很开心。今天的这一天，来，我要站你的右手边，我站这边哈。好，好，我先问问看 Ariel 现在心情。在旁边，我稍微问一下，说紧不紧张？你竟然跟我说不紧张，是期待，是不是？对，我是兴奋，兴奋，真的非常兴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哦，就是你应该会超级紧张，但我其实现在就是肾上腺素超亢奋、哦，对对对，其他都感觉不到，就只有开心的，开心，然后还包括了这个专心的要把歌唱好这件事情，没错，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天。专辑又发行，对，演唱会在晚上， 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要开心、要兴奋、要专注，这个是很棒的。但因为我在想，你有如此稳健的台风，也是因为还没有专辑、还没有发行以前，刚刚我就讲了嘛，在网络上面已经创造了高声量、高点阅、破亿的天文数字的成绩。不过我听说你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成为这个所谓的在网络上面演唱啊、分享音乐作品，为了做这一件事情。天天熬夜还伤肝，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天天熬夜伤肝？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加拿大念书，然后我念的是药学系，然后大家知道药学系其实功课非常的，课业压力很重。Uh-huh. 但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了要能够每隔一天一个礼拜三次，就是想要直播线上在 Facebook 跟 YouTube 给台湾的观众看，我就每一次都要5-6点早上特别爬起来。然后就在那边弹唱2小时，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弹唱完之后，我就会倒在旁边先睡个10分钟，然后再赶快去上课、考试、读书这样。早上哇，那所以你完全就是 double life， 又有学生，然后又包括你要直播这样子。你说你在加拿大，加拿大，你说早上4-5点起来很冷，超冷，连嗓子都还连嗓子都还没暖，然后就一边在那边化妆就。然后赶快来照顾所有的远在太平洋这一端的所有的粉丝。OK， 那你看，光是这一件事情就让人觉得很暖心的哈。但后来呢？你说后来你在读什么药师学系？对，药学系。然后呢？有完全的毕业吗？还是就全部都专攻在直播这一块？没有，后来我就答应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就是我一定要毕业，然后拿到我的药学的执照、工作执照，我才能够回到台湾。工作执照，所以是就是当地认可的。对对对，我在加拿大是可以开药，哎、然后给你们出保险的。开药这个成为所谓的药剂师，对，没错，是飞黄腾达的职业。哇塞！但是不过，但你看回到了台湾，也是把自己一直以来所想要，你看4-5点钟起来，这绝对是有梦想跟要有坚持的，然后真实的达到，然后来到了这一天。对，所以现在的你一天常常会听到，你看新人拿到破亿的成绩。这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不同的压力吗？对，不同的压力。因为以前就是学生，然后是做一件就是觉得课外的事情，很开心。对，现在是全职在做音乐，当然难免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压力。毕竟放弃了，你知道，所有一切。应该说专攻吧，应该说你在两者之间选择了要专攻这一条路，对不对？没错。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数字的压力，只是放松心情。对，我真的觉得放松。对，重点还是要把所有的以前是照顾看直播的，现在是要照顾特别像今天晚上买票进场的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在想，能够把如此厉害的还没有发片就已经破亿声量的音乐人新人能够签进自己的公司，这个就是加入到的，你看厉害的，犹如吃了这个这个大补丸一样。加拿大没有所谓的大补铁这种东西。对，这好像只有亚洲的说法，对不对？但是是真的啊。所以我在想，能够在今天能够让 Ariel 蔡佩萱加入到我们台湾索尼这么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亲自要来到现场的，要来跟你说几句话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索尼音乐我们的娱乐总经理，索尼音乐娱乐的总经理是 Kevin 胡国文先生，欢迎 Kevin， 欢迎欢迎。Hi Kevin， 午安 ，Beautiful 人，这颜色一样，真的好，你也很帅，帅帅帅，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经理特别来到现场，我要先问问看 Kevin， 在当时知道了我们能够把Ariel 这么样的一个厉害的新人，具有潜力的新人加入到我们 Sony 的大家庭，那个时候感觉怎么样？第一件事是各位媒体朋友，媒体朋友先打招呼，对，应该是讲是谢谢你们，可以来到这里，对吗？对，那我从一开始
认识 Ariel， 他加盟了索尼之后，也是有看到他是很努力的，很用心的，一直作曲、写歌，然后录音、唱歌。So it's been amazing just seeing how you know how much effort you put into this。也是今天是很开心，他可以把这个全新的专辑在现在就可以呈现给大家。So really excited about it. So 恭喜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o much. 你看，真不愧是加拿大回来就可以用英文沟通了。好，那同时，重点是 Kevin 特别也要说 amazing， 就是很开心啊，然后同时也很讶异，在加入了公司之后，还能够持续看到 Ariel 如此的努力啊，把他所有的 effort， 所有的这个努力都继续的摆在他写歌的这一块。所以对于台湾索尼来说，这真的是我们的荣幸，能够让 Ariel 加入大家庭。所以我也要问问 Kevin， 之前就知道了破亿的成绩。现在我们也希望能够相辅相成，如虎添翼，未来继续再破下一个亿。所以我知道我们今天有准备在这个发面的第一天的好彩头，来自于 Kevin 准备了，来，我们象征性的破亿的气球要带来，这是什么意思？ Kevin 要不要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好不好？100啊，然后接下来哦10000啊，再往上看下去，哇，这个是破哦。这个是亿，但是再加一就代表是破亿的意思。Yeah, it's more than a billion. More than a hundred. More than a hundred million. 没有没有，we're going for the billion. 我们追求的 billion， 对对对，十亿也给它冲下去， yeah. 对不对？重点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二位看站紧一点点哈。我来先让二位合照的同时，我收一下麦克风，然后呢，我也要跟大家再次的这个强调一下，来自于我们的福总经理。好，往后面一点，是不是？来，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一些些气球，我们往后一点点，好不好？谢谢哦。我们看一下位置，好，这样子可以吗？再后面一点，是不是？好，再后面一点。那个 Ariel 跟 Kevin， 你们可不可以站到前面来，好不好？那我们先把位置拉出来。好 ，Ariel 还有我们的副总经理，来，我们站到前面。这个气球再往后，是不是？气球再往后一点吗？再往后，来，再往后一些。好。这个位置，然后 Ariel 跟 Kevin， 我们再往后面站一些些，好不好？一小步。好，那我们也让我们的这个漂亮的 Ariel， 这个蔡佩轩他个人的专属 logo 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先把时间给我们正中间，好吗？麻烦二位。好，我们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00000001，就是希望能够继续的跟我们台湾索尼啊同心协力，一起呢这个再一次的创造破亿的佳绩。来，我们看看右边，来，我们请看右前方，二位的右前方，谢谢。好，谢谢我们福总经理，来再一次看这个右前方哈，右前方这边多补几个时间。好，看回正中间，谢谢，我们看一下正中间。好，在正中间一点时间之后，来我们左边这边的所有的这个媒体镜头，哪里还需要补画面的吗？因为接下来呢，来自于我们这个新人哦，来，我们准备一下我们下一个道具哈，同心协力是一定要。Kevin 也有讲，我们希望是要破亿，破亿要什么？要气破，要把气球给戳破，好不好？来，我们先把这一根请交给我们的这个总经理啊，总经理，好，来交给总经理，要交给我们交棒仪式啊，交在我们的新人手上啊 ，OK 了，好了哈，好，那这个哇，你们现在是两个人同心协力要完成戳破气球的游戏就对了，是不是？我们需要有计时吗？不用计时了哈，又不在玩游戏节目哈。那 Kevin OK 哈，这么近距离戳气球是没问题的哈。不要忘记了 ，Kevin， 在你这个感受到气球戳破的惊吓的同时，要保持微笑，看前方哦，好不好？可以哈。来，我们准备来进入我们的破亿，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新人 Ariel 蔡佩轩这个快很准的手法。来，我们请看正前方 ，Go！ 哇塞，下一颗，来，我们看正前方哦 ，Kevin， 请看正前方。哎，每破一颗蛋，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热情的欢呼声，好不好？来，下一颗 ，Go！ 啊，漂亮，而且声量要越来越大。再一颗，耶！再来一个，好 ，OK， 我们继续的算下去，算到几了？这个已经算是千万了哈。再往下 ，Go！ 哦，来，哦，这一颗才是千万，那这一颗是千万，给它戳下去。最后象征一定要破亿的最后一码，来给他 3, 2, 1，耶！来，我们收一下我们的道具，来。
OK， 最后我在想，还是一样，来自于 Kevin， 给能不能再一次给我们 Ariel 这个新人的祝福，好不好 ？So 可以用英文讲吗？可以，没问题。我第一次是真的是我的荣幸，你可以加入 Sony Family，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bringing more records with you。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Have a great show tonight. I'm here to support and I'm here to cheer up. Oh, thank you so much. Yeah, 好感动哦。谢谢我们总经理，谢谢 Kevin， 也请 Kevin 稍微休息一下下，谢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台湾索尼的大家长，特别要跟 Ariel 说，他说很开心，很荣幸能够有你的加入，重点是呢，今天晚上在个人的演出，也要祝福你一切顺利，希望你有一个最精彩的、一鸣惊人的好表现。暖心哎，暖心！来自于我们的大家长给我们的这样子祝福，对不对？真的谢谢 Kevin 跟公司这么照顾。其实你知道，刚刚公司又默默的在给你更多的压力哈，下一个破亿，不要忘记了，好不好？OK， 好。刚刚讲到说这个其实 Ariel 自己本身多才多艺，除了会唱，然后在音乐的创作开始琢磨之外呢，还包括了药剂师这么一个，我在想。我们真的想要来尝试，可能都达不到的一个执照哈。其实今天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来到现场，也都有收到来自于 Ariel， 来自于蔡佩萱，会为各位准备的爱情处方签，是不是？来来来，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是爱情处方签，拿来看一下。大家都有拿到了，对不对？哎，在加拿大的处方签也是用这样子来装的吗？其实不是，其实用药罐子，对不对？用药罐子，这是什么东西呢 ？Ariel， 你是这个药剂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所以呢，给大家的这个叫做疗爱处方签，基本上呢，大家如果有任何不一样的症状呢，可以依照各种不一样的症状来服用。哦、然后基本上这边有一个 QR code， 你就可以扫，你就可以耳服。耳服，用你的声音来疗愈，没错，会让你的心灵更平静。那你话虽如此，说爱情有不同的症头啊，对，看一下什么不一样的。哎，我们来看一下，而且每一个人拿到的症状跟药会不一样，都不一样，是不是？来，我看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我们总共今天有发给大家五种不同的款式，然后五种不同的款式。好，来来，我们看一下。对。哦，有哦，透过了自己的音乐，对，音乐的作品，好，然后呈现出来不同的阵头，你要不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快快的介绍，我们大家可以拍照一下。好啊，像刚刚我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专辑的主打歌《不爱自己的人》，它是适用给爱情两难症的人。爱情两难症。对，就是万一你就是爱情失去了平衡，你可以听这一首歌曲，让你更好入睡。哦 ，OK。然后 Cupid 这首歌 ，Cupid 就是给恐惧 Cupid 症的人哦，对，怕爱的人，对，怕爱情的人，不要怕，勇敢的去追寻。是，对爱入座是有好朋友的加入，对，有屁孩 Ryan 的加入，哦、对，这首是一个甜蜜的对唱情歌，对爱入座。好，再来，我不是你的快乐，我不是你的快乐是给对爱绝望症的人。对爱绝望症的人，对，可以听一下这首歌疗伤。这个算是强心针了哈。是的。再来，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我就是喜欢这样，是给自信爆棚症的人。哦。哇塞，各个不同的阵头，你在专辑里头都有照顾到。都有。重点是大家可以来，对不对？扫这个 QR code， 然后就可以来收听。我们准备来拍照，我先拿麦克风。药剂师，这个处方签要处方签明细，还是要套袋子？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处方签好像有袋子，是不是比较酷一点？对不对？好好。比较像。来来来，我先拿麦克风哦。好，来，我们的药剂师要用他 pro 的这个手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张新的专辑里头哈，不同的这个音乐作品象征着感情当中不同的面向。往后面一些些，来 ，Ariel 往后一小步，这样 OK 吗？好，那个 Ariel 板子要往前，像这样子，哎，对，倒过来一下，这样子哈，这样 OK 哈 ，OK 好，你不要倒太，这样子 OK 哈，好。好，不用太多，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角度差不多。好 ，Ariel，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了哈。同样的，我们从正中间开始。好，我们先从正中间开始。好，在这一张这个疗爱处方签，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想必都已经先收到了我们的这个暖嗓女生。来 ，Ariel， 看看右边哦，暖嗓女生 Ariel 蔡佩萱，她的这个处方签。那当然里头有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意味啊、不同的意思，但最重要的是，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了我们的这个 QR code 扫一扫、听一听、看看正前方啊 ，Ariel， 我们看看正中间。接下来我们准备要看左啊，正中间再一点点，好，还在 Q 哦，好 ，OK， 来，我们看看左边好吗？来 ，Ariel， 请看左边。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看台区，看台区最后一点点时间。
好的 ，OK， 好，来来来，我们拿回一下我们的麦克风。哎，刚刚这个处方签，每一个人应该都会问你说各式各样不同的爱情的症状，你有什么想法？为的就是因为想要用你的音乐来疗愈自己。没错。好，像我这种已婚男子，有没有爱情起死回生症？好，到时候来跟你来聊一聊了。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在乐坛当中，虽然是一位新人，可是你其实已经交了不少的朋友了。在今天这个发面的第一天，演唱会的前戏，特别要为你来站台的这一位，也是你的好朋友，而且曾经有在节目上面还有机会捉对厮杀，是不是？听说他最近才刚刚完成了两场个人的音乐会，从我们的前辈的嘴巴里头来听听看，有什么想要跟你分享的？让我们欢迎黄伟进，欢迎伟进 ，Hello，Hello，嗨嗨嗨。看看我们的正前方，跟现场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啊！打过了是不是？打过了，打过了吗？打过了之后，二位要不要这个？我先问问看。刚刚就像我所说的，你现在可以已经变成新人眼里的前辈。对啊。你叫我 Brian 哥，有一天你就变伟进哥。我跟你讲，已经快到了，快到了。还是得叫 Brian 哥。啊，没有没有没有。刚刚我们就说了，演唱会这个顺利圆满完成之后，谢谢。今天轮到了新人。是，有没有什么 tips？ 哎呀，不用担心啦，他唱成那样子，我们这才要担心呢、欸，因为他的实力根本就不用讲啊，已经在那个网络上先累积很高的点阅率，然后他的唱功就是刚刚现场大家也知道的，而且包括我们这种哥哥听到都会觉得什么啊，干嘛、啊、走开好不好？就是太会唱，不要抢生意好不好？怎么有这种抢生意？可是这个想法结束之后就会觉得啊。因为看到这样的新人会上来，所以觉得台湾的乐坛就是好，很需要他们。我跟你讲，大人有大量，要海纳百川啦，对吧？海纳百川一下，那我还是要称赞一下。对对对，还是要称赞一下。开玩笑，我开玩笑。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因为我知道伟进其实从也是一样，我们因为过一次的，我们一定都有参与，对不对？在还没有正式发片以前，我们都已经在YouTube 啊，不同的方式已经听过你的音乐作品了。今天会是在现场的演出上面要来欣赏。可是刚刚 Ariel 已经说了，这次准备的处方签给各式各样不同爱情的枕头。是，你看看旁边的这一位，要不要当个占卜师？你觉得这一位有什么爱情枕头可以需要？来，我先看一下。来，没有不同的，你知道症状。爱情两难症，绝不礼让，绝望，自信爆棚。对，我应该是那个绝不礼让症，绝不礼让症，绝不礼让症。因为我好像是那种，譬如说我只要跟另外一半吵架，是，只要我觉得我是对的，我死都不会低头，死都不会说，不会退缩，因为我觉得我没错啊，我不道歉，就是因为我想让我另外一半知道是你错了，然后硬在那边，对，是你错了，你不要在那边给我丢。气死，就像骂网友一样，对对对，哎呀，就是来这样一样的道理，就给他硬在那边。这个怎么办？这样好吗 ，Ariel 姐？啊，没有，哥哥，请学姐，请学姐，那就送给你这一首《对爱入座》，okay, 因为里面讲到说，就是绝不让座，是，就是要对爱入座这样。所以 Ariel 的意思是说，他像他这种正头的人，就继续硬在那边。如果对方承受得了，愿意的话，就硬是不是？可以硬是不是？可以硬下去，看你能硬。OK， 这个你要负责的。那啊，这个有没有办法清唱两句给大家听？哦，对爱入座，好啊，可以吗？来，麦克风，不是麦克风，这个处方签我先帮拿一下。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爱入座，一起抓住流星的花火，你说我是你的王后。走开啦！走开啦！我本来站在旁边，这样压力会很大，对对对。然后轻轻的唱，轻轻的唱成这样，对啊，实力太好了，蔡文轩，真的是哥哥也会唱，你也会创作，你也会玩狼人杀，哎，你一样都会。哎，这个我就要问了，我听说你们这个前一阵子的厮杀，从这个 pro 级的啊，这个哥哥的这个眼里看，这个已经算是厉害的，是不是？我跟你讲，因为很多新人去歌手跟演员去宣传，都一定会上狼人杀。那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是没有玩过狼人杀，所以在玩的时候会听不懂，然后会表现得很像新手的样子，是，通常都会被网友骂得半死。最后宣传的时候，大家都说是要看的电影啊，是要听的歌啊，走开啊，不会玩的宣传。
很恐怖的网友，超恐怖。可是因为蔡佩萱他会玩，而且他玩的还比那些新人来的顺手顺说，而且他的进入状况，对他讲的东西啊都是很有逻辑性的，然后很顺畅的，就跟他刚刚唱歌差不多的样，就等于信手拈来。所以他在一群玩狼人杀的新人宣传的人来说是很突出，是厉害的。而且其实最近有一集还没播出哦。就是他有拿到 MVP， 你知道拿到 MVP 是很难的事情。你今天破梗又要被网友骂怎么办？骂来骂，娱乐版本封杀我，没差啦。你要想讲一下怎样啦？要有梗啦，要有梗。网友真的也要生气，是的，你又不知道哪一集，蔡佩萱上了800集，你妈的，动不动就延赛，好一对嘛，这是什么好生气？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拿到 MVP 就是了。是，所以。还没播，所以你看了，你也觉得这个新人有厉害，就是会要唱可以唱，要玩可以玩，要玩可以玩。嗯、没有，我要先说，真的很谢谢。每次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其实他都特别会照顾我这样子。所以你看看，因为他很爱讲话，穿插一些英文嘛。因为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对 ，yes， whatever。然后又对这种。会穿插英文的人，我都会先翻一个白眼，真的是，我就觉得很好笑。现在还是，就觉得你好恭维啊，蔡佩萱。他要用穿插不能整句的。You should 讲多一点 English. You should. Okay, okay. 你 good at this. Okay, you teach me, teach me. Oh, I can. Okay. 你看，所以一开始先翻那个白眼之后，后来才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对啊，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这个伟静哥哥啊，是有好好的在照顾的。所以今天不只是人来到现场要带来祝福。听说这个 MVP 还有特别的东西要给他加。是的，我今天有带来一个来。这个 MVP， 哇塞！哦，好酷啊！来，这个是节目特地为 Ariel 特制的这个 MVP 的一个腰带，腰封。那因为你在狼人杀有拿过那个 MVP 嘛？那因为还没播出，我现在也要祝福你，就是在歌坛上面也可以成为歌坛下一个新生代的 MVP。哦，谢谢你。光是伟静哥这么会讲话，就值得掌声鼓励。好吧，现在当主持人的标志哦，自己封是怎么回事？哦，你让我说你的标志，自己默默带上去这样。哎，你是大姐，要发片了，没那么近哦，今天场子人家的啦，好不好？那我收麦克风，帮他来腰封啊，还押韵，来，好 ，OK， 哇，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狼人杀的老手级的，来看看正前方哦，好，哇，边封边看正前方，好。接下来要不要来再多一点时间哈？正前方我们再 pause 个几秒，好，请注意了哈。今天这个是新发片的蔡佩萱，加上了对岸入座哈，从来不让座的黄伟静，今天特别来站台。来，我们看看右前方，请看我们的右边啊，右边这边的所有的镜头。好，所以这个你看啊，这个伟静哥哥有说喽，看好你在狼人杀的部分拿下了 MVP 之后，我们再回到正中间，谢谢。好。未来呢，则是在来我们接下来左边，未来呢，则是能够希望在各个不同的音乐的点击平台啊、影音平台上面、演唱会上面继续的大放异彩哈。其实真的很开心，我们现在一一的、慢慢的也回到了舞台上面，可以跟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用现场方式来互动。好，我们再环绕一下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哪里需要补画面的 ？OK 吗？要不要二位没有道具的合照一张，好不好？好，二位没有道具的合照一张，来，我拿一下腰封这边，我收一下。来，麻烦，哦，对不起，麻烦二位，我们来一起合照一张，谢谢。好，来，怎么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左边的脸，左边的哦，那么猜拳哦，好，没关系，两边那个对骑摩托车的概念，好啊，哎，这样好，太棒了，好。来，我们同样的看看正前方哈，哇，这一点就有趣了。但重点是呢，今天能够让这个黄伟静来到这个我们的舞台上面，为蔡佩萱来站台哈，同样的也是希望能够传授一下刚才完成的亮眼的这个演唱会的成绩。今天晚上呢，则是轮到了 Ariel， 我们同样的预祝他有漂亮的表现。好，我们看看右边哦，请给我们看看我们的右前方，谢谢，右前方这边。好，我们接下来要再回到中间哦。好，回中间。好。
再补几个画面。来，左边的镁光灯准备要闪起来了，我们看看左边，谢谢。好，左边我们多定格一下下。如果都 OK 的话，可以吗？好，来右前方我们再一张。好，右前方站高高的这边这一位，我们再补一个画面哈。好 ，OK 吗？来正前方一样站在坐在桌这个椅子上面这边啊，来，我们这边补一个画面。好，高台区的白衬衫，我们在这个照顾一下下之后，好 ，OK 了哈。好，那来，最后我一定要把耳提面命一下，对于我的新人的祝福。耳提面命一下，因为我相信他，接下来要开演唱会嘛，对不对？我觉得以他的实力，还有你应该不会紧张吧？蛮亢奋，你看，从来都不会紧张，从来都紧张要死。因为我觉得他还，我看到他唱歌的样子，其实他是蛮享受舞台的，没错，就是很天生艺人型，对，天生艺人型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不管是演唱会，还有接下来的所有的，因为我相信你写歌也写很快嘛，我就不用讲，我一个月差不多写不到一首，对，我要被，所以就是正常的输出，然后好好的展现你更多更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对，好好的享受你的音乐道路了哈。是 ，OK， 在今天要再一次的谢谢伟静哥，感谢洪伟静老师，我们的站台，谢谢，好好的加油。Thank you, goodbye, Ariel, bye, okay, see you next time, OK, bye。哎，这个处方签下的有用，他真的开始都讲英文了呢。真的，哦，不错不错。下次处方签给他全开英文。对，全开英文。啊，以后就是全英文的道了哈。OK， 在我们。慢慢的，我们的这个记者会要来到了尾声哈。待会当然我们会有我们的电子媒体的联访，还包括我们文字媒体的联访时间，好好的要来认识一下我们所有的媒体的大哥大姐们。但是还是一样，在最后，要不然有什么话想要对媒体朋友们说？好好的宣传你的作品，还包括了今天晚上的音乐会，邀请一下大家来，好不好？来。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各个媒体、各个姐姐们来。今天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然后我们都把它称为小鱼儿日，就是因为我的歌名是小鱼儿，因为我是美人鱼，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你们来。然后如果等一下晚上演唱会，也是非常欢迎你们来，就是现场听我的最新的创作。对，然后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新专辑这次所有的音乐，希望都能够疗愈到你们。没错，未来也希望哦，你看现在晋升成为了发片歌手之后，不要忘记了当年那个4点5点钟就起来，好好的，也就是为了要照顾歌迷对于音乐上面的热爱。我们期待看到你啊，这张新的专辑 Ariel 正式的推出之后，继续的发光发热。再一次的恭喜佩轩，谢谢。来，我们也先请佩轩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喽。好，谢谢佩轩，稍微整理一下，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待会的联访时间。来，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在这边要再一次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们，在如此的这个滂沱大雨之中。